嗨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娜美翠，我们这次继续我们的三 D 比啦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明天天气晴天，然后今天的运气是好像也是蛮好的，可恶，算了，今天不去沙漠，然后我们再跟史贝森说一个话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然后再把这个给他。好，然后我先整理一下我们的仓库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我们有很多哎，底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啊？先拿出来好了，好，然后这个也拿出来。那我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补货？其实没有需要哎，全部都好多。天啊，我想太多了是不是？既然没有东西要补货，那就先把这些东西给放回去。整理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还有石头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一个，为什么会没看到？好，然后就是这里，这里的话我们要。放了我们的木，这个应该就 OK 了吧？然后再把一些东西放回来这里，这个，然后还有糖果，额外的收获有没有？然后我们的女儿呢？女儿，你在这里，好，走吧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农场生活了 ，Let's go。然后我先拿出我的道具，全部都在这里。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这里拿出来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好了 ，Color Juice 看来也不是胖需要的，果然是要去买你们所谓那个 Hopper。之前是谁叫我买这一个的啊？哪一位同学叫我买的啊？好，算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给割掉，可以割了吧？可以了。好。然后我先种下我们的 star fruit， 不然的话放我们身上也没用。我记得还有一个在这里。好，然后先把它种下来。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下面应该没有东西长出来的吧？应该还没有吧？对，还没有，走吧。为什么那个会坏掉 ？Why？ 算了，等之后再种。好，然后我希望就是不会太多同样的啊，还是不够哎。我记得要8个，对不对？8个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这个是要10个，天啊，够还要再种了，算了，之后再种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每次都出来同样的，算了，之后再。然后我先把这些全部给收起来，然后这里啊，我又忘记关门了，是不是？一只，两只，3只，4只，5只，还一只呢？还一只鸭子哦，有按到了6只，好，然后就是牛，然后再挤一挤，有，就牛奶，谢有牛奶，你煎啊，不是你啦，我挤到水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天啊，我全部挤在那边，然后今天拿一点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这样，有放好了，那我们再把鸡蛋拿出去，应该就 OK 了，不要吃，走吧。然后隔壁那一边的草应该也被吃掉了吧？因为昨天打雷下雨的，然后他们就只能吃草，对，然后再把鸡全部放下来，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走吧。9点了，好快哦，也太快了。今天星期五，我们可以去买那一个什么那一个，我们可以去神秘商店买那一个，我们需要的那一个，那个喷水器，对，7个黑不够呢，还有吗？算了，我们之后再弄好了。然后我先把这些全部东西给放下来，就这一个。然后这一个好多哦，放下。然后我们的电再走了，那就好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？其实那一个蛮难做的，我觉得那一个去哪里了？哎 ，Hello， 哦这里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出来，不用买吧？就等这一个你烤了，应该就 OK 了。这里，然后我们再过去。等一下，我找到你了，他在这里啦！哎，观众。他在这里啦，是不是跟我说他在下面的啊？有啦 ，OK 了啦，
找到他了啦，他在那里啦。那时候是谁跟我说他在下面还是什么鬼的啊？哈，还在这里躲在里面，找到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走吧，我们下去看一下神秘山啊，我们再去找一下那一个铁匠铺。又是这里。好，走吧。有觉得那个农场只要整理整理一下，太多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这里，看一下神秘山今天有卖什么东西。你今天有卖什么东东？这是什么啊 ？Hazelnut， 好贵哦。Grape， 然后 Goat Milk， 然后这是桌子，我们再买多一个这个好了。走吧，然后我们再去铁匠铺那边，然后开我们身上那些东西好了。11点了，我觉得过去那边差不多12点，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再去博物馆，然后把东西该交给交，然后去 P 了前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任务需要做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，走吧。今天的行程就大概这样，这里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冰淇淋，我们顺便买冰淇淋吃好了。会有冰淇淋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没有，今天没有卖，可恶，他们今天会有卖啊，我走错路了，上面才对。好，走吧。嗨，帮我一下。啊，不对，这不是这个，这个才对，谢谢。丢，又是粘土，这什么？哦 ，soapstone， 来很多次了。再来，我先把下面那两个开掉好了。这个铜块，又是你，再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你。是什么啊？有过了吧？感觉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不要管它。又是这个帽子，要给他吗？再来，这是什么？哦 ，Ghost Crystal， 有过了。来来来，都来都来。你又是谁啊？妈啦妈啦妈啦 check， 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发现每次那个里面都有奇奇怪的东西，又是粘土，不要再粘土啦，拜托。又是你，那什么石头是你，又是你，天啊！哎，来点那一个什么，那个艾瑞尔吗？哦，有了，来了，刚说完就来了，赞赞，又是你。然后还有粘土，又是粘土，不要再粘土啦，粘土都不值25块啊，大哥。石头，哦，这什么 ？Star Shot 好像没有过，等一下可以拿去放博物馆。这个是什么？我满了，等一下我先把东西给卖一卖。这个，Soulstone 我记得是有的，让我看一下有什么。哎都，这可以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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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不对，先卖掉好了。这一个400块，好贵哦。这一个，好，先大概这样。那我们先再继续弄，应该够位置了吧？又是你，我才刚卖掉你又来了。哎，不是吧？我全部都我刚卖掉又来了。好，哦，天啊，不是这样吧？10个哎，好好哦。然后再来，又是你，还有铜块。然后再来紫色的，再来耶，就一个，好，完成了 ，OK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如果要升级的话 ，Steel Water Can， 然后 Aluminium Gold 跟 X， 我们只要弄这个好了，金色的，好，就这样决定了。然后我们先下去下面，应该有东西可以给你吧？应该啊，嗨。来，我看一下，有这一个，这边满了，这里，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在那边欸，我看一下他会喜欢什么，因为听说有人说他不喜欢买 Unis， 那我给一下这一个试试看好了。Go cheese， 他会喜欢吗？不知道，他不喜欢，好吧，算了。我感觉那个小男孩好难服从哦，算了吧。好，我先上去上面。上去，然后看一下那个 Pier 那边有什么东西需要做，应该没有吧？希望没有。这里，
我发现小孩子果然好难复仇，还是大人比较简单。我再跟他讲一下话好了。好，然后这里，然后有人叫我说记得要买种子，好啦，我先买好不好？给我过好不好？他不喜欢欸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又要攻略哈，你快出来好不好，大姐？大姐，谢谢。天啊！然后我们来买一点东西。Blueberry Melon Pepper， 有人说那个水是需要，是不是 ？bug， 然后 Acron 的应该不需要。然后有人说要买掉那个蓝图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好像不错哎，买一下试试看好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还需要买什么？应该不需要吧？其他东西家里很多吧？这一个还需要再买多一个，因为我们还没种出来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好，大概这样，走吧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我们又花钱了今天。村长来，好，然后再跟他讲一下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晚上再去 Gas 那一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回合了。嘿，哈扎，又是 missing。蜜饯我感觉好多、哦，我觉得我留在冬天的时候再种会比较好，所以我都一直没有种下去就对了。然后先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milk 哎，等一下哦，感觉我背包好的东西我先卖一卖好了。那哈扎，哈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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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留下来好了，可以卖，可以送他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丢进去。好麻烦哦。好，然后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种子吧，不是种子，鸡蛋，鸡蛋丢丢。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先把种子丢进来，热性，然后这一个跟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也放进来吧。好，然后我记得这边还有种子不是吗？对。天啊，我总是乱丢欸，你敢信？我丢，好，欸，为什么？好，是不是我被趴起来了？然后这里，我们再丢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我先放在这里。叫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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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不下，真假？放不下，放不下欸，你敢信？哎，放不下欸，各位观众。那这里呢？放不下，完全放不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呀，放不下欸，放不下欸，然后只能放这里吗？不是吧？你不能欸，算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放不下，放地上吗？不可能啊。对呀，放润吗？为什么放不下？啊，算了，随便，随便的啦，随便的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欸，我这边还有欸。Why？ 对啊，这样够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差一个，就差一个，你敢信？哦，为什么里面会有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注意到？奇怪了，我家这样子越来越乱的感觉。哎，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气势啊？该拿去卖啦。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呀，这样处理下来时间也不多了，然后先把这些东西给卖掉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，我就去一下那个矿场好了，矿场是叫矿场对不对？然后先把这些东西给放下来，让背包买。mixing 的话放外面，走吧。呀，这样处理一下，感觉好麻烦哦。这里。我丢 ，OK， 走吧，我们去一下那一个矿场，然后看一下矿场有什么东西，这样，直接从这边去就可以了，不用走太远。嗨 ，Pam， 哦，这边好多 ，Why？ 来拿一下，等一下拿去卖一下吧。我们去 Quarry， 这里，好吧，感觉没什么东西，可恶。我想说来这边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还是什么鬼的。结果它每次都会长石头欸，哦，还有铁块啊，铁块、石头，但剩下的还是全部都是石头。
好吧，感觉没什么新的东西这样。嗯，那算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就一个快转，我们去矿里面挖矿，不然的话我们的炸弹不够拿去炸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就一个大快转喽。好了，我觉得我挖够了，然后我先过来这边给他。虽然说我还是看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好难懂哦，但是算了，然后我们走吧，先回去，然后我们再去找 gas 把手，然后先下去，我拿一下我的那一个，拿一下我的马用顶，哎，马用顶手拿了，对不对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虽然那两个没关系 ，OK 的，先过去 gas 那一边找他们。哦，设备室，你终于回家了，你终于舍得回家了，好，我先过来这里。然后找他们，嗨，早安。然后拿去，然后拿去。嘴角我给他两个，我都不知道哎，没关系 ，OK 了，好像满星了。然后就是这里，这两个，这两个没在那边谈情说爱。好，我大概讲一下话，劳利亚。然后你，然后你，我感觉这边的全部人都已经要被我弄到满星了，只剩下单身的，单身的我不能碰他们，不然的话底下谁被谁要抱走了。哇，你怎么能在外面？有没有？好，大概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应该可以回家了。然后别忘记把那个门给关了，不然的话明天又要找他们，好麻烦哦。谁点了？真快。好。然后先把东西给丢一丢，等一下给我丢下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 ，OK，、哦、还有这一个跟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 ，OK， 好，然后先拿一下，等一下、哦、我看一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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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在这里，这里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再给它种下去，应该就 OK 了，打，种种种种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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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种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，走吧。睡觉咯。那个牛奶，我觉得我记得我还有，对，没记错，我丢丢 ，OK， 给了，然后再把这个 Goat Cheese 给卖掉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回合，对啊。然后如果喜欢片段，赶快找出去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今天也先差不多就先到此了吧，吧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走吧，我们睡觉吧。好，今天就到此了。然后 Sebastian 还没睡，好，睡觉吧。走，那我们今天总共赚 Fortune， 我看一下 ，Always higher quality 跟这个 location item related， 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觉得我们拿这一个好了。好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到此了。今天总共赚了，哦，我好像还没放进去。今天总共赚了7162。好，今天就到此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，加拿大。